所谓的饱足感就是一次让我们南部的乡亲呢看到饱，啊，像郭玉跟你一样，你鸡里面你要挑你要想看的也可以，你要全部都看也可以。所以呢，在未来这个展呢，将会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大的。我不敢讲说节后，但一定是空前。好，所以你们可以了解到，第一个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。